这两天啊，实在是太热了，做这样一道凉拌龙须菜吃吧。先用我的右手把龙须菜清洗干净，再加水浸泡20分钟。这个啊，就是泡发好的龙须菜，然后我们用手把它掐成小段。放盐、味精、白糖、白醋、生抽、芝麻油，适量的秘制辣椒油，再加蒜末、青红辣椒丝、胡萝卜丝、香菜，抓拌均匀，特别的脆爽开胃，赶紧试试吧。